陈酱油的女儿在我们公司工作的事情，迟早会打击公司的形象啊，爸。韩胜利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们的关系要是传遍公司怎么办？所以你千万不要惹我。我绝对不可能接纳他的，那个人才为什么是韩胜利？那个是我的，这个人他就是我父亲。我父亲因为车祸肇事逃逸过世了。怎么会？明天也胜利，下周三晚间8点，东森戏剧台全新2小时。